两边的球员来到中圈准备跳球了。有身穿黄色球衣的国王队拿下第一波球权，蓝色手感，对，是一个大面包，刚刚是完全撸不进去。对，林书豪在外围大号的三分球，一开赛就有好火球之术啊！所有的投篮其实是不太相同的。在赛季有50%的三分球命中率，周桂宇转身插板得分。啊，桂宇在这几分。啊，桂宇在这几年一直都被摆在这种控球的位置来做打拼。哦，这个反快攻来的非常及时，安妮奎接获林书豪助攻。金特利收球之后被点了一下，依然掌握球权，剩下8秒钟要自己打掉。两边的命中率在一开赛都非常高，赛季里面最重要的武器。林书豪，那这个时候辛特利一定要走 over 了。对，一个转移边，林书伟也用三分球来校对上领航员，攻下了赛季新低的6分，看起来调整的手感还蛮快的。桂宇也获得了外线开火的空档，这一次也把握住了，打了一个大打小的一个优势哦。啊，如果外围又能发挥的话，这一点可以好好来运用。安妮奎三分线外再尝试，也是一记外线啊。他一开始是没有起跳的哦。所以裁判认为是一个干净的动作，没错。哇，捡停照也跳，所以现在开始校正回归，场上也出现一些火气。李博卡刚刚的拐子的动作比较大一点，捡停照个人第二季的外线飙出来，走一走，没错。剩下4秒钟，林书伟再做一个传球，拆炸弹，安妮奎底角，国王队有蛮多的空档出手机会。戴森夫一对一的防守，舒适圈就比较辛苦一点，距离大寿司再把球交给林书豪，林书豪绕过了横挡，在弧顶直接拔起来个人单球。安妮奎这次守不住，我觉得这是桂宇长出来的地方哦，就是说他知道在禁区里面哦，现在戴森夫即便守他是洋将，但已经踩到一个飞，不太像是在礼拜三还跨国比赛，有满满的能量。辛特利球弹了一下镜框，两边算是对下盘的力量非常够。米球背框想打小夫，展现了自己个人单打能力啊！米球再做一个给球，哇哦，好快攻得分！大龙自己上啊，这个球踩得非常漂亮哦，直接往对方的身上压进去，他刻意去制造了一些身体上面的接触，短了。布朗出球找到辛特利，再交给林志杰上篮得分，连续2波的转换攻击，勇士队都有阵容来打第一节，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产生。林书豪高难度的后仰跳投。林书豪在第一节就拿出了自己的苏培凯，那真的被他们投进，那也没办法。第一时间空中接力，哇，阿帕奇直升机要起飞了！哇，这个新北直升机连线新北阿帕奇。林书豪在弧顶的位置，这是一记4分打的机会。哇，林书豪在今天的应该是现在国王哦，全队里面外围最醒的一位哦。对，今年赛季在赛前的外线命中率高达5次了。一个刺探步走底线，换手 crossover， 再做转换边，周桂宇再一步在中距急停跳投得分。这回要对位的是洪凯杰，真的是车轮战的。没错。Medical 球，漂亮给球塞往禁区。安妮奎的双手灌篮。这真的太难防了，每一个人都是 playmaker。志杰给球，交给曾祥俊，曾祥俊双手灌篮，哇！我之后吸引到第三个防守者，才找到祥俊。哇，这是一个上海豹的进球啊！还是要交给凯燕来解决问题。比赛之光队第三位命中外线的球员，辛特利一样被关门了，再交给布朗。三分线外出手，玩命光头有贡献了。这个布朗哦，也要特别小心。对，范尼高找到了空间，直接横移钻进去，跨步够大，运掉自己铺在地板上把球救回来。时间剩下6秒钟，哇哦，杰森史塔森，2分差距。
距上半场剩下六分半，辛特利好球，分球找到小夫，轻松的擦板得分，还要到了安妮奎犯规，是找到舒世轩，八秒钟时间还够，外围球 Kenny Manigo。因为在这样比赛三分线外的把握性真的要高一些才行，递给对方一些压力。没错，三分线外很快的华裔颜色，新起跳时间算得非常准。洪凯杰外围 catch and shoot， 左手怪接。你说好，做一下动作，再找到李凯燕，还是选择往禁区切，带一步中距离急停跳投得分。这就是这个。林少要来守辛特利，长篮板又被简廷照拿到，跳投没进。辛特利进攻篮板，要把两分摆回篮筐了。哦，没球一支又有这样多了。新的一次辛特利防守犯规。这个球出手之后才应该是犯规发生的。技术犯规。看到。全场一起来，简廷照找到戴瑟夫，空手动位，这个后门抛向篮筐，简廷照。也拿下两分，是对，所以说维持原判。林书伟一个刺探步，地板给球，球低高直接冲往篮筐。这给球真的算是把握性很高哦，对，有点像是射爆了这个国王哦。对，这一球投进之后又来到九分距离，这是勇士队在。安妮奎也想还以颜色进攻篮板，结果被新北直升机直接摘下来。志杰，哇，今天林书伟不断的面对对手的背筐单打 ，Wide Open， 三分线外 ，Tyler Brown， 放后一波进攻，林书拉杆没进，勇士队的反快攻要跑起来了，结果被林书点掉。书伟找到林书豪，弟弟与哥哥的连线。兄弟要把问号变成惊叹号啊！林爸爸应该会谢谢你啊！对，赶快去买啊！林爸帮他打输一下，靠着这一记三分球，双方追到了个位数的差距，53-60，要进入到中场休息。现在来到场上的球朋友们是刚刚呢接到小球的三组六人要玩一个小游戏，提高非常多，对，就是在场上的那个存在感还有实用性变得非常好，又是一次快攻，这一次桂宇学聪明了，直接用抛投拿下分，很好哦，对，所以你看到在下半场这边都先上场了。勇士队46.5分的板凳得分也是六队当中第一名的米歇尔，一个第对这个球队的深度也是他们下半季能越走越远，甚至拿下3连霸的一个最大关键。翻身跳投，赛控打都知道出来了，反观在勇士队这一边，辛特利45度角急停抽冷箭，哇，这三分线上再次直线升空。那现在反而是在禁区里面的赛瑟夫不在场上的时候，或许 Tony Mitchell 有一些的机会哦，影响会让防守球员会比较错愕一些。林志杰运在脚上，这个时候是双老的搭配，文成公园阿贝的抛投啊，亚龙弟又来了，对，文成在上个礼拜表现也相当精彩，要做但场上是一个 N1， 哇，进算加榜，这个球就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哦。因为其实蔡文成完全没有失位哦。Kenny Manigo 一拍拍到底，再往外交，林书豪三分出手球进，林书豪为外围比一个假动作，空中抛投，观众就爱看。嗯，这个球好球哦。你看到国王队还是希望能够摆上比较多外围能够投上，为什么林立人哦率先上？也就是今天球队的三分球投得不顺，哎呦喂啊！在篮底下又是一个5-2分啊！那也率领球队赢球。辛特利突然急停，哇！今天把握度在下半场完全拿出，太辛苦了。小力外围球交给曼尼高，林志杰寸步不让的防守，空中接力找到了 Tony Mitchell。
这一次没有进。勇士队全员退防 ，Medigo 还是踩欧洲步，小奥运打新特例成功。这真的就是个人是也前面几次给他机会也没有投进。戴特夫回到球场上，球小球递给了安妮奎，再来一次暴扣。林书豪下去，以及场均有五次助攻啊。那这场比赛也把这个技术给展现出来。赖廷恩交到了文成手上。他的跳的那种抛投，对，是场上无死角的。他刚刚想溜底线，但突然间接到球。Kenny Manigo 不只能传球，自己上也 OK。蓝洋小跑车，这球没有摆进，可惜了。哇！篮底下塞瑟夫买保险。那这就是刚刚那段时间的高，结果被守下来了。勇士队把节奏带快，蓝洋小跑车。射出了，戴廷恩来控制球队的节奏。场上洋将有新特利，还有小胡，小胡下滑时间速度非常快，要到了安妮贡。DJ 切左侧，再往外交，周慧宇第二次的突破，左手打板球进。这两个人今天是周慧宇外围的换手运球，突然间急停，哇，这个 long two 相当精彩。今天南湖双强队没有把握住控的，林书豪这个转换攻击，苏世轩总算是投进了三分，攻射没有，李凯燕拉下篮板球，林书豪突然急停，哎呦喂，再一颗，完全是脱胎换骨，林书豪在底线又打起来。分了哦！今天林书豪火力全开，但能够拯救球队吗？因为对方也有零的领域，对 ，in the zone， 对。Manigo 一个垫步进来，再交小球，米歇尔摆进两分，高度还是摆在这边哦。林志杰，球再交给新特利，新特利空中拉杆。球弹了三下，近框，高中又跑进新北耶诞城了。结果最后以失误收场，林志杰飞身上篮。哇！那这一球是近框，对，球进算，对，一个侧垫步来到底线，别碰到篮筐，冲向篮板球的是新北飙风玫瑰，将功折罪了。攻击也蛮重要的，国王队一样摆大四小的阵容。林书豪拿到球就出手，九颗三分球了。好，这是一个失误。眼口塞瑟夫，而且他的眼神，小夫有没有过来？他就硬是要把球塞进去。哇，这球又超过。欢呼呢，相信林书豪绝对会欣然的接受。没错，林志杰，好，那这球应该是一个 goaltending。没错，没错。外围，林书豪拿到球，这个后门精彩，李凯燕拿下两分。哇，你看凯燕，他也很聪明。交给 Manigo。有犯规产生，给空切进来的 Manigo。Manigo 今年的发球命中率高达80%，两罚俱中，国王队超前跑。这样考验，这场比赛要考验两队的意志力。林书豪不轻易的下球，当然林志杰也是不轻易的让出空间来。裁判哨音响，林志杰不可置信 ，MVP 的欢呼声。林书豪的关键第一罚有进，对，至少能够在稍待会立于不败之地。城堡全场安静，等待林书豪深呼吸之后打出一球，结果没进，进攻篮板又被林书豪拿到。篮底下抢得很凶，球出到界外了，是谁的球？哇，这个勇士亏大了，亏大。手加这14秒钟，李凯燕球发进来，侵略式的防守直接要到了犯规，所以说也是选择直接。Manigo 的罚球，雷拔不进，那当然关键在于第二颗。
帕尼高的第二罚，两罚中一，来到四分的距离。现在轮到徐总要叫，如果真的没有失误出现的话，这场比赛犯规。不要走了，徐哥，林志杰拿到球，篮板球被国王队拿到。那这一个犯规下去，如果林书豪再罚进的话，比赛就已经没有徐廷照的信任了。嗯，那运用两个洋将在侧边吸怪，那让他。没有罚进，反正又两罚中一。勇士队还没有放弃哦。陈廷照在做转移，球抄走，那这场比赛要正式的告一段落了。111-106，送给了富邦勇士败仗。这场比赛真的打得惊涛骇浪，国王队在第四节一度落后双位数的状况之下，还是带走了比赛的胜利，捍卫城堡成功。Merry Christmas！ 富邦勇士106分。真的是豪神降临啊！对，你看第四节的单节得分哦，差了20分哦。对，所以表示在前面三节，其实勇士队在攻下90分，平均有30分的这个好表现哦。结果在第四节，完全就是把这个进攻的本钱全部花光光。那。